阿晴，来，我们吃蛋糕喽。阿晴，不要开。不要开，不要开。蜡烛有卖多少钱？蜡烛就28。28吗？嗯，转28。阿晴。生日快乐！妈妈生日快乐！这是妈妈的蛋糕。我是妈妈的蛋糕。这是一组盘子的话是4个，两组的话是8个。那这边的话，蜡烛是8份，然后给一个包子。好。那对他这边结算就可以了。好。那蛋糕的话，2个小时内要冰起来，3天内要用完。好。应该会马上湿掉。